好，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平板电脑，然后列印那个出单机的。然后首先看一下这设备是网络的，然后这边是接网路线的。好，网路线的，网路的印表机、出单机，然后这个是贴纸机。然后我们的设备是现在是用平板电脑，这一台平板电脑。那我们这个平板电脑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点餐的这个地方来点餐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假设现在是便当店，我们现在是可以点一个起司猪排，然后两个叉烧肉便当，然后好的话告诉客人是总共是180，然后你收到是1000块，好，按确定，好，结账，然后这时候就按确定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出单机跟贴纸机都会跟着列印。出单机跟贴纸机也会跟着列印，好，这个列印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